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郑委员添材发言。苏院长、林院长及各部委所长，本院各位同仁、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今天我要谈的是抢救原住民族受灾的部落。中秋连续假期，两个台风接连侵袭台湾，重创台湾好几个县市，灾情惨重。林院长没有休假的权利，去了高雄，去了金门，来了解灾情。也许林院长因为忙于全国的救灾，没有时间去台东县大武乡的爱国埔部落、延平乡的红叶部落来了解原住民族受灾的部落。但是因为林院长没有时间去，相关的部会首长也就没有去。因为蔡总统没有去台东原住民族受灾的部落，因此相关的部会首长也没有去。事实上，从台北松山机场到台东，一直到红叶部落，并不是很长的路程，不到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四十几分钟就可以到达，比到屏东还近。跟高雄的相关的乡镇来比，是差不多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原住民族的部落有的非常非常的远，没有错。但是这两个部落不是很远，但是这次的灾情非常的惨重。土石流侵袭了爱国埔部落，土石流侵袭了红叶部落。大家都知道，红叶是我们哨棒的发源地，这么重要的一个部落，竟然都没有部会所长去，连副所长都没有去，一直到昨天上班的时间，才有一个部会的副所长去关心。台湾不大，原住民族的部落也许大家会认为它是很遥远，但是再遥远也应该去，何况是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程。尼伯特台风也重创了花莲的富里丰南吉拉米带部落，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中央的部会首长去。呼吁我们林前院长，要求我们的部会所长要随时谢谢郑委员。下一位，请江委员启程。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各位官员，还有各位媒体，大家早。由于全球气候的异常，导致极端气候的发生频率增加，那这也让农业面临天然灾害的机会大幅增加。近年来数次的风灾，皆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本次的莫兰蒂风灾，全台的农损已经达到超过7亿元。一棵受损的果树，若要扶正重新培植，往往就是数个月甚至要数年的时间。农民在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加上之前所付出的也付之一炬，一座果园要重新恢复也可能要数十万元到上百万元这样子的经费。而往往政府所能提供的补助救助是寥寥无几啊，相较于农民严重的损失，可以说是杯水车薪。那么为了让农民做好自主风险的管理，以及让农业的投资者甚至农民的生计可以更有保障，
实施农业灾害、天然灾害的保险是绝对有其必要。蔡总统在上任之前，其实也说过要推动农业天然灾害的保险，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农委会只有针对畜牧业开办相关的保险机制，针对农作物类、果蔬类，其实还在试行试办的一个阶段。那也因为它的风险系数比较高，民间商业公司在没有再保险机制的风险分担状况之下，开办的意愿其实不高，所以也导致辛勤种植农作物的农民，每逢天灾的时候，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心血付诸流水。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赶快速推、全面推动农业天然灾害保险，尤其是以其他国家为例，如美国，它透过联邦农作物的保险法的授权来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以研究跟建立农作物风险的数据资料库，并向民间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保障，来鼓励商业银行可以开办相关的农作物的保险，来分摊农民的风险。所以本席在这边强力的要求政府应该赶快来通过农业保险法，来授权政府主导建立农业保险的机制，透过农民缴交保险的费用，来提高农民风险管理的意识跟能力，并且降低天然灾害的农业损失，以及达到我们农业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谢谢江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立禅发言。院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早。那我们的新观光新南向配套措施在哪里？蔡政府上台以后，两岸的关系陷入冰点，官方热线不通，民间交流陷入低潮，明显反映在陆客来台的人数减少上，已经在国内的不管是旅游业、零售业产生很大的冲击。为了救观光，蔡政府似乎把希望都寄托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身上，以东南亚的旅客来递补陆客的减少。虽然新观光新南向口号喊得很大，愿景讲得很好听，但配套措施做得好了吗？有做了吗？本席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观光局具体的政策规划。像这样子的涉及到民众的生计重大的政策，新政府还在纸上谈兵，民间相关的从业人员很着急。大家都知道旅游的品质要好，其实从行程的规划以外，带团的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优秀的导游可以让整个团欢乐声连连，那让国外的旅客来到台湾，对台湾这块土地留下美好的回忆。然而，国内的东南亚裔导游人数却严重的不足，至今只有107位，很多旅行社找不到专业的导游来接东南亚团。本席非常的怀疑，在导游人数不足的情况之下，政府要怎么去推动所谓的东南亚团旅游品质呢？其次，台湾的大众运输服务对于东南亚的旅客其实非常不友善。目前国内的火车、高铁还是客运大众运输工具，在车站的语言都以中文为主、英文为辅，各地的车站缺乏了熟悉东南亚语的志工。自由行的东南亚旅客常常在购车跟搭车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本席认为，要吸引东南亚朋友来台湾旅游，台湾本身观光基础的设计设备也要有做好准备，必须针对东南亚旅客偏好去进行调整。以往性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习惯性的批判陆客，如今已经是执政党了，喊出所谓的新南向政策，就应该要负责任去把完善的政策规划要做出来。
确保东南亚旅客来到台湾的旅游品质，否则所谓的观光新南向只是一个大饼，快点嘛，吃不到啦。谢谢。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燕秀。院长、各会部会首长，在线上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哦！我今天国事论坛的主题是林权院长出一支嘴，坐在办公室里面出一支嘴，台电的员工基层跑断腿，连续两个台风重创东台湾，台电同仁不眠不休马拉式的工作，然而林权院长却认为台电复电缓慢，痛逼台电同仁没有同理心，并且要求台电的副总南下作证，这种惯老板的思维发言的方式，实在是让台电的员工心寒。到底是怀疑台电的员工怠惰呢，还是不相信这些第一线人员辛苦的抢修工作？试问现场每一位抢修的台电的同仁，哪一位不是冒着生命危险，想办法拼尽全力要让灾民在第一时间能够复电过正常的生活？院长久坐在办公室前，无法体会第一线前线同仁的辛劳，这一次停电的范围实在太过广泛，有些复电的范围呢，因为道路受阻没有办法复通，根本无法进入。林权院长不相信也不尊重台电同仁的专业，以为只要大人一声令下，大家才会绷紧神经，路才会平，电才会通。在这一次这个会期，蔡英文总统直接下指导期，这个会期务必要把长照法，特别是还有很重要的电业法，在这个会期通过。我必须要强调，电业法到底是什么？内容到底是什么？未来影响国人的权益有哪些东西？现在几乎九成以上的国人对于电业法还一知半解。在这一次风灾过后，我们可以感受最深的是输配电未来最重要的工作，类似风灾过后第一线必须抢修的就是台电的同仁，未来最重要的工作是这些抢修之后政府是不是还有这个指挥能力调度，在风灾过后输配电能够及时的复电，未来如果电业法自由化之后、民营化之后，电这个政府对于这个输配电的调度功能到底还有没有？特别对于偏乡的服务是不是还有这么多的资源可以调度？事实上对于电业法，我个人仍旧有很多的疑问，国人对于电业法还一知半解，未来电价是不是在电业法自由化、民营化之后，电价能够维持一个长期、长久的稳定？我认为是值得怀疑。我再次强调，林权院长不要只批评台电同仁，要有同理心，自己也要拿出同理心，不要坐在办公室只会发号施令，要看看台电。好，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淑华。苏院长、林院长以及各位媒体先进，大家早。林权内阁拼装车，空有政策却没有方法，导致民众呢动辄得救。然而面对民调直直落呢，用撤换行政院发言人的方式，企图掩饰新政府在事前的政策评估的不足，以及呢为了呢以为换了发言人其实就是可以解决问题。其实若是我们的政策不变的话，方法依旧，其实说穿了换谁都只是换汤不换药。内阁的用人权，林权院长若是不能够掌握的话，在政策的评估、政策的推动、政策目标上缺乏一致性，将这个拼装车硬要开上路，其实就是置乡亲的生活于不顾。
如果没有政策目标跟这个政策推动的说服力不够的话，我们内阁呢官员又是提油救火，导致民众呢是草木皆兵，岂是换一个行政院发言人他就可以把问题解决。台北市法务局的杨芳玲呢，昨天因为不认同长官的理念，向台北市长柯文哲递出辞呈，并表示呢，基于对依法行政的坚持，让法务局充分发挥法治幕僚的功能，提升市政府在法治作业上的品质，并且在市长呢踏上法律红线时不断拦阻，却很遗憾，在许多的个案还是被误解成有碍市政效率、对抗市长。我们想问的是林院长，在劳基法以及电业法的推动上，会不会有相同的感觉？以专业挂帅的林阁内阁的团队呢，在面临民进党的内部派系、政党以及专业意见的声音时，除了要对抗内外的压力，更要能够倾听民意，决断出政策的方向。否则呢，政策的转弯绝非是到此结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行政首长，你应该要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其实执政呢，是为了坚持理想、捍卫价值，也是为了让竞选的支票能够成为政策的具体实现。行政院发言人呢，身为政府的化妆师，一言一行当然是举足轻重，但是呢，林权的内阁要处理的问题千头万绪，不仅仅是在政策上既有的价值和专业问题上的冲突，又要面对政策呢推不动的困窘。这是内阁团队每一个人的责任，还是行政院发言人一个人的责任？政府是一体的，政策也必须是连贯的，这是新执政团队必须体认的事实。因此呢，无论是完全执政完全负责，还是完全执政完全卸责，林权院长都应该要勇于面对，才不会让拼装车呢伤害整个政府的整体威信。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欧博。主席、苏院长、林权内阁团队、本院同仁，大家好。100个目标比不上一个坚持，100个，好抱歉哈，100个目标比不上一个行动，100个行动比不上一个坚持。点亮台湾，要改革台湾，必须要以无比坚毅的信心跟毅力来坚持改革。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国家领导者的目标，要起使国家的能够长长久久、国治民安呢，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里面呢，出现一个可以检验国家是不是安定的目标。从阁揆更换的次数，一个政府的阁揆若是频频更替，政情必然不稳定，民怨必然沸腾。本席因而认为，林权内阁若能够体恤民意、苦民所苦，用人得当，就应该支持。莫兰蒂台风重袭屏东、金门，林院长到灾害应变中心监督救灾的进度，得知屏东还有13000多户停电，得知金门还有2000多户停电，所以指示台电、台水副总经理前往当地，并且指示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本席除了对第一现场辛苦的劳工表示敬意之外，林院长所展现的苦民所苦的能力，本席同样印象深刻。我想大家知道林院长呢，他来自学界，知人不宽，容易偏听偏用，部委首长、国营事业董事长、总经理的任用遭受了一些舆论的批评。但是我在这里重申，打造华德迪士奈乐园的华德迪士奈先生曾经说过，你可以去架构，你可以去打造世界上最美丽的乐园，
但是只有团队才能使美梦成真。本席相信林前院长只要做通盘检讨，立定脚步，并找出最好的治国团队，我相信台湾在这样坚持改革的历练、坚持改革 的信念之下，我们全民呢可以获得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政府。在这个此时此刻，支持林前内阁改革台湾。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王委员惠美。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今年中秋，全台湾的民众都在风雨中来度过。原本呢，应该是团聚的连续假期，却碰到了莫兰蒂还有马勒卡的这个双台先后袭击，在各地呢留下了程度不同的一个灾情。那这一次严重肆虐东部跟南部的莫兰蒂强台，造成了我们百万户的一个停电及路树市区招牌的一个倒塌等近7000件的一个灾情。在整个救灾的过程中，国军一如往常担负了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呢调度能力强，弥补了行政单位沟通不良的问题，在防灾、救灾及灾后恢复上都给予相当大的一个注意。但目前却传出部分执政首长及民意代表任意的使唤国军，完全不尊重国军的行为，引发了诸多的一个争议。我国呢地处我们亚热带地区，多台风跟地震，每年呢都会面临许多的一个天灾地变。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啊，面对各项的灾害征兆，都应要有所警惕。对于防灾机制，更应积极准备。若必要派遣到国军人力，必须要借重他们的一个救灾专业，而非视为无酬苦劳来对待。将简易清洁工作也交给国军。当民众看到国军站在垃圾车后来清运垃圾，冒雨顶着纸箱坐无顶棚的卡车上，还得要我们的将军校长上街头来搬路树等的景象，人们当然会问：养兵千日是这么样用在一时吗？本席认为，急难时刻来派遣国军加入救灾无可厚非，也是必要的一个运作，但必须要接种与其专业相关，比如说抢救灾水淹水人家，或者抢通桥梁、道路等等这些紧急的状况，而非将他们当成苦劳任意来差遣。我们必须谨记，因为有国军部队积极配合投入救灾救援的工作，秉持着超前部署、预置兵力、随时救灾的理念，以民众安全为念，坚持跟民众站在一起，才能有效的来保护我们百姓的身家财产。那作为我们国人的最佳的这个坚强后盾，每个灾难现场总看到我们国军不畏风雨的投入灾区的一个救援，无论是这次的莫兰蒂，或是二月的台南赈灾，以及过去的历届救灾的任务，我们国军都尽力了。那这一次呢，台风呢刚好又是在中秋的假期，当国人跟家人呢正忙着团聚享受天伦的时候，我们国军的弟兄姐妹们却牺牲了假期，守护着我们的家园，帮忙清淤恢复市容扶助我们老弱来撤离。对于国军的牺牲与奉献，齐心捍卫家园的决心，本席这个深感崇敬，也请国人不吝对于鼓励这些勇士，向辛勤的国军弟兄姐妹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昭顺发言。主席、院长、各位同仁，大家早。我想，我今天要谈的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说我们观光是陆客一条龙，但是如今我们司法也是一条龙。昨天有两个司法的事件都震惊国人。当张鹤龄杀妻女的案子又被宣判无期徒刑的时候，本席认为，如果说为了企业小三，然后杀妻女，而且录影，然后可以法官可以用这样的死的理由，免死的理由是我们这个凶手个性内向保守，而且是临时起意，
就免死。本席要说，真的是恐龙法官又一件。另外一件事发生在立法院，我们由美女委员任司法委员会的招委，大家都知道，总统蔡英文提名他的先生黄瑞明律师任用大法官，所以未来包括同意权的行使等等议程，都是由美女委员要安排的。未来如果说立法院所通过的立法，我不知道黄瑞明律师要怎么样来判定有没有违宪，他敢不敢判定？所以这不是吃相难看，什么才叫吃相难看？我想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已经跌入谷底。蔡英文总统高唱要做全民参与司法改革，但是总统自己宣布说他要任务司法改革的召集人。当他宣布之后，有一份雅虎的民调很清楚的，86%+的人民认为是不信任、不信任的。我想全世界都知道，司法是独立的，总统的职权并不包括司法。居然蔡英文总统可以大大大的把手伸入司法，如今他又提名了一个违宪的许宗力院长。依照我国宪法征修条文第五条第二项，明文规定大法官的任期是8年，不分届次，而且也不得连任。如今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再让我们所谓的违宪的许宗力再任院长，我这里要呼吁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我想前一段时间他已经把谢文定的案子从立法院撤回，但是又被声律绑架，所以提名了许宗力。本席呼吁蔡英文总统悬崖勒马，撤回国情咨文，以免让国际认为我们这样子违宪的案子都能够送来立法院。我想这是贻笑大方，让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度再度创下全新的低。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蒋委员万安。主席、林院长以及所有的行政长官，还有我们立院的各位同仁，大家早。自从520林权内阁就任以来，台湾民众原本可说是寄予厚望，也期待内阁团队带领台湾有新的气象。但是，内阁团队上任超过100天，从桃机大淹水、国道假期夜间收费的政策摇摆不定，华航空服员罢工事件，政府毫无立场，照单全收。到熊山飞弹的误射，限制渔民登太平岛，乃至于一立休的争议，环团陈抗空域六轻，甚至最近的兆丰乐生案等，民众看到的是荒腔走板的执政。号称最会沟通的政府，最大的问题，遇到各种状况或意外，相关部会主管好似人间蒸发，无法在各自管辖的权责中做好危机管理以及议题的管理。我们看到的是劳工团体以生命绝食抗议，军工教、计程车业、观光业者、台电员工被迫走上街头抗议，他们只是希望政府倾听他们卑微的声音。但是我们的总统竟然说没事不要上街头，我想跟我们所有的内阁团队讲，人民不会没事上街头。行政院提出亚洲矽谷新南向政策，希望带动台湾经济成长。亚洲矽谷被质疑是抄袭过去马政府时期行政院通过的推动创新创业带动产业转型计划。新南向政策更是荒谬，从办公室主任黄志芳改出任驻新加坡代表，整体预算只编列42亿，对于新南向政策锁定的国家总共有18国，可说是杯水车薪。再加上台湾与东南亚许多国家根本没有司法互助，没有投资保护协定，国人的生命财产根本没有办法获得确实的保障。
新政府的口号包装得很漂亮，政策粗糙却可见一斑，再加上内阁团队失言连连，都让民众失去了信心与耐心。行政院发言人童振源昨日遭到撤换，成为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发言人，其实是一种警讯。如果林权内阁以为换发言人就可以挽救低迷的民调，那是完全搞错方向。如果林内阁政策推出前没有事先做好沟通，整合不同意见，而事后要求执行率与绩效，我认为换再多的发言人与再好的包装都没有用。所以希望林内阁将不适任的阁员予以明快撤换，彻底的把松掉的这个发条赶快上紧。谢谢蒋委员。报告院会，蒋委员东明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报告院会，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